那我先回去工作了，新的工作我得赶快熟悉起来。下班后今天来我家吧，一起吃个饭。我得回家陪我妈妈吃饭。那你就打算以后就这么来回两趟跑？我家的情况，哎，我妈妈她不能单独住。那这样，今天你早点下班，先去陪你妈，然后再来我家吃夜宵。姐，市场部那边是不是想找新的代言人啊？对啊，进入上市准备期，得有推广动作。神神秘秘不和我们商量，是对我们有意见啊？走吧。哎，松总进办公室前穿的好像不是这身衣服吧？哎，哦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于总进办公室前穿的也不是这身衣服吧？我不知道。王总，方案要不要找公关部对一下？要不你提交个申请，也调到公关部去。公关部都是苏克兰的人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到他的耳朵里边，准得怀上。你们还是跟对方公司直接沟通。好。好的。好。他怎么那么怕苏总知道会坏事儿？于总和苏总现在什么关系，明眼人都知道。你要是老板女朋友，这方案你能同意吗？喂，怎么样，姐姐好不好看？电话里不说你要死了吗？对呀，我开心的都要死了。雨涵和我说，雨浩在跟我们公司谈吃什么的代言，我要跟他重燃爱火了。你有病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下回就算你真死了，你也别给我打电话。啊，你别走嘛！我帮你改造形象的时候费多大劲，我腿都要跑断了。那你要帮我参谋的时候，你就这种鬼态度啊？什么人啊你？恩当仇报啊你？你改个有个鬼用啊？那至少现在，丈母娘是喜欢你的吧？还没到放弃的时候，加油！哎，快快快，报答我的时候到，帮我看看怎么样嘛？
我的品味你什么时候看得上眼了？哎，好歹你也算个男人嘛！啊，我要争取一号，当然知道男人的喜好了。让我看看，哪个好看？你是给卖菜平台代言的，目的是让买菜姐姐喜欢。你这身穿的跟各位买菜姐姐老公似的，买菜姐姐不抽你就不错了。玉浩脑子抽了才会找你代言。怎么样，职业套装清不清纯，值不值业？啊，你怎么又走啊？你脑子想什么呢？于浩和苏可兰已经在一起了，那在一起就不能分手吗？苏可兰和于浩根本就过不到一起去。为什么？听说他俩根本就没有住到一起去。苏可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不是于浩，是妈妈。妈妈需要人照顾呀，所以他们根本不能像正常情侣一样同居。那于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工作，不是苏可兰。你说他俩能成吗？那于浩那么喜欢工作，那当然是跟我最搭啦。他工作，我也工作，我还能帮他代言呢。哼，苏可兰嘛。苏可兰怎么了？那当然是跟你最搭啦。他做饭，你也做饭。他喜欢妈妈，你也喜欢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妈妈也喜欢你呀。这样才是良配吗？哎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喂，赵总。下一轮融资的话，市场部这边有什么动作，推推销量吗？啊，是，这段时间在做方案，有明确的方向以后及时向您汇报。行。好，再见。王总，有空聊两句吗？这些数据一定要多次核算，不能出现任何的问题。好。还有这些，啊。王总，方案就按这个做，明天交给我。没问题。王总，市场部什么时候开会？叫上我一起啊！有投资人想了解一下推广的计划，我旁听一下，好跟他们汇报。苏总何必还把投资人搬出来呢？啊，想什么时候开会，您通知就行。王总您客气了，我列席就好。我们市场部的业务也归副总裁您管，怎么能只列席呢？那稍后我再跟您对时间。谁跟你说合同的问题你处理完了没有？正在处理，尽快，特别是第六条，绝对不能按照他们写的这样来，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。对，你到时候跟律师好好沟通一下，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法，尽快处理，下个礼拜就要过会了。
怎么了？你没有跟王毅说我不认副总吗？没啊。为什么？以你的能力呢，做公司这个副总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况且你也值得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，这样一来，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，不好吗？那我妈妈呢？我陪你工作，谁陪她？我不是不让你陪妈妈，我只是觉得，克兰，你以前的生活重心呢，一直都是围绕着你妈，对自己呢，一点都不在意，也没有规划。我是真心觉得你现在可以多考虑考虑自己，多为自己的发展想一想。毕竟，妈妈不能陪你一辈子。什么叫妈妈不能陪我一辈子？我先上楼了。谢谢你啊，金导。阿姨您别客气，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休息的。好的，金导，你怎么来了？只要锄头舞蹈，不怕墙角挖不到。去可兰家？那不会给他添麻烦吗？他工作那么忙。多个人照顾妈妈聊聊天，她感谢还来不及呢。你要是觉得尴尬的话，我可以去她家楼下等着，等她回来了我就帮你拖住她，给你发微信你就跑。上次金导知道我爱吃鱼，带了点鱼过来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没有。阿姨，可兰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啊。金导。谢谢你一直帮忙可兰，找些时间，我和可兰请你好好吃顿饭。啊，好。可兰，送送金导。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阿姨再见。慢走啊。哎。怎么不懂事儿啊？需要我上楼吗？没事儿，不用，你先回吧，不用等我。刚刚的话你别太在意，我陪妈妈吃饭就好。吃完饭我来你家。如何讨好丈母娘？岳总，你上去啊，上去看修罗场呀，多刺激啊！啊。
我手机呢？你赶紧上去找啊！吃个饭再走，别辜负我的大好安排。安排？什么安排啊？我这不是想帮你吗？所以可兰回来的时候，你就故意不告诉我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？苏可兰，可兰，金导，你手机没拿，给。谢谢啊。该我谢谢您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么突然说辞职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不麻烦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忙。你呢？我就忙节目的事儿呗。阿可兰，下次节目对接的时候能不能还是你啊？彭潇说跟你对接比较习惯。啊，韩梦已经休完婚假回来了，他人很好的，跟他对接没问题。那下次录节目的时候你能不能一起来啊？万一于浩再作妖的话，只有你能压得住他。不能。我妈今天在医院药忘记拿了，金导帮忙给送了回来。她手机忘了拿，我帮她拿下来。了解，那还真是麻烦您了，金导，特意跑一趟的。苏妈妈是可兰最重要的人，我当然要特意跑一趟了。不像你，什么事只想自己。青岛，今天真的谢谢你，改天我和我妈一起请你吃饭。啊，那我们先走了，走吧。好啊。再见，青岛。哎呦，三，跟上去，正面对决。于浩跟苏妈妈一起吃饭肯定特尴尬，本轮你绝对胜出。张斌，你无不无聊？我把自己搞这么无聊，还不是为了你的幸福？还怪我？你说你好像不想挖墙脚一样。他妈，丁轩，丁轩，混蛋！吃饭吧。哦，我来。哎，没事儿，我来就好。坐。妈，吃饭。别客气啊，都是一些家常菜。好喝，好喝你就多喝点儿。妈，
阿姨，这是豆腐吗？是豆腐。哦，我说看着像。没想到你这么不会聊天。那确实没进宣会啊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？生气了？没有。吃醋了？啊。好啦，我教你聊天啊。下期节目你准备做什么菜？回头上我家，我和我妈一起教你做，好不好？下期节目不去了。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不去了？不知道说你。没事儿，文案我帮你拧。你可别帮我拧，我不想让那个景轩再有机会缠着你。好好的聊工作，怎么变恋爱脑了？啊，说真的，我倒不是说不想融入你的生活，只是我可能真的还需要点时间去适应。看出来了，没事儿，反正两个人在一起，总要学着互相迁就嘛。那我们就慢慢试着找节奏。不要再因为谁迁就谁的问题而怄气了，好不好？这话不对啊。怎么不对啊？今天是你先怄气的，别忘了。好吧，那以后谁怄气罚谁。怎么罚？让对方亲一口。嗯，发够了吗？没有。离婚？情况啊，大姐，认真的？怎么去旅个游回来就离婚了呢？你到底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好，麻烦帮我保养一下。好嘞，谢谢，跟您请。老婆，回家了不高兴啊？没玩够？忘带一堆东西，还迷路了，你敢不敢更靠谱一点？但你看啊，要不是因为我们走投无路被卡在路上，又怎么会碰到牧民，跟他们开启一段真正的自由行？这种跟当地人一起生活的惊喜旅程，是不是比制定的计划更有趣？还得了人家手工做的、开过光的镯子，多漂亮，是不是？跟你一样好看。你戒指呢？嗯，你不是早就看上人家这镯子了吗？人家一开始不是不想给吗？我回来前那天晚上跟人家喝酒。人家才同意换呢。
你别急啊，我本来打算的明天天一亮就重新去买个戒指，保证跟之前的一模一样。哎，默默，默默，就为这事儿你就要离婚啊？你还笑我？能不能发个朋友圈？笑？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你和苏格兰那会儿我怎么帮你的？现在你舅舅我离婚了，你就在那笑？这他说离，你不同意不就完了？那结婚是两个人的事。我也有脾气的好吗？我一路哄一路安慰。他越来越过分，离就离呗，谁怕谁啊？嗯，按照你的脾气，我估计没几天，你就会去跪求复合了。你俩没几天肯定又会重新领证了，绝对不可能。怎么能把结婚戒指这种东西给换掉呢？我是真心看上那个破手镯了吗？他居然拿结婚戒指去换，不就一个戒指吗？我买个一模一样的不就好了？这样竟然就跟我说离婚？你知道什么是气话吗？我一说离婚，他竟然毫不含糊就答应了。把结婚戒指给换了，可兰，妈，默默怎么样了？睡着了，他没把离婚的事跟他爸妈说，应该还是想复合的吧。你现在是去找于浩商量吗？嗯。那你以后也打算一直两头跑啊？你以后就打算这样一直两头跑吗？你这种状态，他会不会不满意啊？他要是敢不满意，那我就不要他。以后市场部的事直接找苏总。怎么又来办公室了？这不加倍公文新站了吗？嗯，我觉得他俩就是怄气。默默没把离婚的事和他爸妈说，哎，龚文兴那头是不是也没和他妈妈说？嗯。那约个时间让他俩聊聊呗，我觉得见了面说开了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好呀。那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回家了。你妈妈是不是不高兴了呀？我妈？你妈肯定是不高兴。你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！
现在才想起我妈。不过我是真的没想到啊，你聊天会这么尬。不是，闲聊天究竟应该聊些什么呢？唠家常呗。难道你以前在家不聊这？对不起啊。我妈还在的时候，聊的都是我爸的工作。后来我妈走了，外婆一直觉得是我爸的责任，也就不让她见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跟公公和外婆一起住。可能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，不太敢说话，也怕说错话。你说万一我说错话，弄得他们不高兴，我多尴尬。可能是因为这个，才导致我现在不太会聊天吧。那你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你爸了吗？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在校门口，他找过我。那天我生日，他送了我双鞋，但被外婆给丢了。从那之后就没见过了。那你讨厌你爸，觉得是因为他你妈妈才？也说不上讨厌。那你为什么不见他？见他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不会聊天，怕尴尬。我还要拉着你和我妈一起吃饭。没事，我慢慢学。刚饭桌上那么尴尬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那我给你做点好吃的，好不好？甜的。对啊。为什么是甜的呀？就是甜的。你没吃过甜的？豆腐脑不应该是咸的或者是辣的？还放辣？这重庆人吃辣不很正常？那也不能什么都放辣吧？难道吃个红糖糍粑你也放辣？说的有点道理。不是，豆腐脑它又不是甜食。可就是有甜的豆腐脑啊。不是我说你，做美食 APP 的怎么那么孤陋寡闻啊？那，知道和接受是两码事。你就不觉得刚刚我们聊的特别没营养，但挺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以前我爸和我说过，食物是打开话题最好的方式。他说，不论南北方的饮食差异有多大，大家相互问候的方式都是，你吃了吗？
食物里蕴含着文化、个性，还有成长经历等等，是了解一个人最好的契机。当你好奇关心的时候，闲聊天其实没那么难。豆腐脑好吃吗？还是有点怪怪的。哦，吃饱了。嗯。今天晚上留下来加班。就不觉得，如果有人突然来，不会有人来。来了他还进不来。啊！我把电动锁关了。下班吧。喂，赵总。赵总说下周要过来一趟。加班吗？手机响了，加班不接电话的吗？韩总，听蜜月回来了。啊，是啊。哟，黑眼圈这么重，最近工作压力有这么大？他呀，昨天晚上回公司取文件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被锁在公司了。你可别说昨晚了。什么情况？哎呦，那个，昨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被锁在办公室了。加班，你又回去公司干什么呀？我这儿还有东西没做完呢，做不完怕明天被骂呀。
哎，好嘞。不知道怎么说呢，你昨天晚上真的被锁在公司了？哎，那个我那枸杞去哪儿了呢？于总，昨天晚上可兰也没回家。我记得你们家是不是也被人占了？小倩，下周的节目主题你和节目组对一下。好的，可兰姐。苏总，昨天晚上我拟好了广告拍摄的细节，要不要核对一下？核对一下，苏总。啊！你跑到办公室去，他还把门给锁了，你俩就对坐着，一块工作啊。嗯。真行，你当你俩是高中生在这复习高考呢？哎，都工作一晚上了，还看手机？春宵一刻呀，就被你这么给浪费了。还是说，玉贤办公室放不开手脚？说什么呢你？哎 ，IT 部那个戴黑框眼镜的实习生，知道吧？哦，人家昨天也一晚上在办公室呢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有证人呢，你俩真的除了工作，啥也没干？一点儿都没干，一丁点儿都没干，啊！老实交代，快点快点快！苏总，我现在有空和您汇报市场部的事儿。苏总在听吗？苏总。等我十分钟，苏总，要不方便，那我们就改天吧。嗯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在听着。好，苏总，您稍等一下啊。行啊，那你先跟我说吧。调整，到时候我让姚倩跟进。哦，姚倩直接沟通吧。嗯。哦，行，这样啊。总共来几个人？方案什么时候出来呢？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是对的，是。对对对，行，那您有什么问题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
我给你当助理泡咖啡呀，哟，闹别扭了，那不是你先开会的吗？你还怪人家？那我也是为了他开的，莫名其妙让我生副总，弄得老王不爽，才故意挑时间半夜打电话给我。我要是不接，他更看我不爽了。那你就以副总的姿态，让他迁就你工作。我没答应于浩要当副总。 啊，你就为这事儿烦啊？嗯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哎，那是大部分人都希望升职加薪，就你在这腻歪，跟我凡尔赛呢。不是，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现在也不在公司纠正，再和他说，估计他又要不开心。我觉得他不开心才是正常的呀。 说明他在意你。你看啊，大部分的男人呢，都巴不得老婆全职在家呢。他让你升职，一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跟你待在一起，更重要的是，表明他信任你，认可你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妈……可兰，这话。 可能说来不太好听啊，但你仔细想想，在你未来最长的人生里，能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是谁？自从你们家出了那件事儿以后呢，不管是恋爱还是生活，你都一直在围着你妈妈转，完全没有了你自己。这件事情呢，于浩没有跟你商量，那确实是他做的不对。 但你仔细想想，这份工作对你本身而言，更重要的不就是它的价值跟意义吗？梦梦，别忘了今天约好了一起吃饭。 还打算闹情绪，在我家住几天啊？ 哎，嫌我占用你时间了？转移话题就能解决问题了吗？你不也在转移话题吗？哎，不管了不管了，反正我现在看见他就烦，我是不可能主动找他的。人最没意思的就是怄气。你也觉得我说离婚只是怄气？ 那我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拿婚戒去换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吗？他给我戴上婚戒，望向我的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他未来托付给我的一生。而我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的时候，同样的。 我把所有的承诺和不辜负，都化作这枚小小的戒指，永远陪在他之间。可是他呢？他不仅随随便便就把它换掉了，甚至连我为什么不高兴他都不知道。
么伤心的？是他把我的伤心当做玩吗？昨天你一宿没回来，这就当我的借宿费了。舅舅祝你再接再厉，勇创辉煌。海梦现在就在楼下，她每天都会和苏格兰下楼喝咖啡。谁说我是来找他的？不是，你想道歉就道歉，想哄就哄，能不能别来打扰我工作，还赖我家占用我的个人空间啊？大哥，叫舅舅。以前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没看你不习惯呀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？哇哦！我懂你，家里太没意思了，办公室多带劲。是不是有毛病？是不是闲的没事干啊？跟你舅舅说话，还我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哈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不要不要！我跟你说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你再不走，我叫保安了。你说，我换了婚戒，很过分吗？那你应该问他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你比较讲道理。感情什么时候讲过道理？况且，即便是讲道理，这个婚戒是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，你就不应该擅作主张。晚上早点回家，我来一起吃饭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走，韩木马上回来上班了。我又不是没道歉、没认错、没哄，一个戒指而已，还没有人重要吗？动不动就说离婚，是他不对吧？所以，是我无理取闹，你一直在忍我。你一身无辜，现在忍够了是吧？梦萌，你都不在意，我还留着干什么？中心的李总马上到了。李总，近期我会确认律所和会计事务所，
有什么合规的风险，先提前规避。想得很周到嘛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不是下个阶段的推广要签张碧的代言？张碧代言？对啊，老王那边不是已经跟张碧经纪公司在谈了吗？哦。和张碧的公司沟通过了吗？已经谈妥了。对方有没有提什么？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王总，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有件事我需要和您确认一下。苏总，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儿，就在这儿说吧。您是准备让张碧代言吗？这件事儿啊，没错，我们已经和对方公司沟通过了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？公司推出新的代言人没问题，但张碧和夏顿吃什么的代言调性不符。哎呀，你看我忘了这茬了。可兰，你是于总的女朋友，心里肯定介意，但是把私人立场和情绪带到工作当中来，会严重影响工作的判断，你说呢？王总，公司的潜在购买群体以女性为主，你有想过张碧在他们那里的接受度吗？到时候他们如果不满意怎么办？会不会影响销量？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尽早放弃，出于维护公司利益，我这边是不会同意的。是不是张碧的合同已经到你这儿了？先帮我卡着，谢谢啊。听说王总帮助被苏凯明怼了。哦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王总让张碧代言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刺激？怪不得可泽姐刚才去市场部了。哇塞，你们可不知道，刚刚可兰姐可直接放话，这个方案我不会通过。哇，可兰姐还有这么强硬的一点，这个谁能忍啊？要是我老公这样，我也不可能同意啊。要是我啊，直接就跟于总打报告了，还用得着自己下场撕？哎，你们说张碧代言，是不是于总的意思啊？不是，你们瞎说什么呢？从公司利益出发，张碧代言确实不合适。我觉得可兰姐说的有道理，如果这件事她让于总出面解决，只会让人认为是可兰姐工作能力有问题，就算这个时候于总出来反对，也会让人认为是可兰姐吹的风。什么都不懂，一天天。不用了，我担心梦梦，我去找一下她，可能今天还得陪她。于总，苏总比较忙，有些回复可能比较慢，会影响市场部工作，于总能否亲自批复一下？王毅是不是为难你了？于总 ，IT 那边有问题，有没有空一起开个会？好。你在哪儿？没事吧？喂，姚倩。
喂，可兰姐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张碧代言的事被泄露出去了。跟你说了，别再烦了。于总，你看我这身哪个更适合代言呀？他要是都喜欢怎么办？干嘛？忙着，你别烦我。姐，你没看手机？啊？啊，那就别看了。喂，喂。听说是张碧那边一直想给吃什么代言，那他不合适吧？形象气质一言难尽。确实不合适。姚倩，不是没同意张碧代言吗？怎么就传出去了？肯定是王总透的消息，想推动张碧给可兰姐施压。你说他是不是傻呀？喂，孟姐，啊，出事了。王总，真的还不让广告公司更改方案吗？苏总说他是不会同意让张碧代言的。让你们透消息给媒体那边说在谈代言，透了吗？透了，是的，透了。哼，他要是不同意啊，就让他自己和张碧解释，当坏人去。苏克兰的人准没好事儿。这不也增加了关注度吗？我先避避。这下苏克兰不答应也得答应了。王一珠啊，开会也不进来。姚倩，你直接去市场部找他。市场部的人号称和广告公司开会，媒体电话都打爆了，我一个也没接。但再不回复的话，肯定会引发争议的，到时候对公司信誉也不好。澄清啊，说没有代言的事儿。张碧公司那边让那个傻子进去收拾烂摊子。王总，你看这消息。王总，你们不和媒体打交道，不了解这事情，不第一时间妥善处理澄清的话，会导致矛盾升级，对手公司也会煽风点火，说吃什么泄露消息没有信誉。姚倩，如果现在立刻澄清没有找张碧代言，还有人会找借口攻击我们公司吗？快的话就还好，而且澄清的话也找不到借口闹。不过张碧那头肯定不好受，因为一直以来就有品牌说他土，这一澄清多此一举。商量什么？无非是说没代言这件事情，推说是我自作主张呗。这帮人都巴不得看我笑话呢。梦梦，你一会儿去找一下王总，落实一下广告方案，让张碧参演。你要同意代言啊？不是，这样，姚倩，你一会儿去和媒体还有两头的人分别通一下气，就说两个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公司有一支广告，于总请张碧友情出演，结果误传成了代言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
没有，这样的话确实对两边都不会再有问题。可是干嘛要给王毅台阶下呀？这本来就是他的锅呀。都是一个公司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他说出去的话就代表公司，出了事把他推出去，不会让人觉得公司管理混乱吗？那可兰姐，是现在立刻沟通吗？还是等您和张碧宇总那两头沟通过了再说？不等了，被骂的人现在肯定也不好受，而且拖久了再澄清的话公信力也不足，现在去办吧。嗯，好。大姐，大姐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因为看张碧被人骂太可怜了，都这时候你还贴心考虑他干嘛呀？我们自己内斗，牵连别人当筹码被骂，算怎么回事？那就看他们一起拍广告啊！你放心吗？大姐，需要那么防着的人，那我不要也罢。完全不防，要么就是心太大，要么就是人太好。如果你相信。是因为人太好，那好人会不会觉得你心太大呢？如果说好人不觉得你心太大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好人心太大呀？说什么绕口令呢？太复杂了，我听不懂。你就跟我装傻吧。那么头头是道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儿。你在哪儿啊？给我发个定位，我来找你。围巾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广告张碧的角色处理成朋友关系，别有任何 CP 的暗示，否则肯定还会炸锅。要再炸了，我们不负责收拾烂摊子。是。我也觉得合适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嗯，拜拜。今晚我陪梦梦。好的。谁躲在回忆的角落，自说自话，夜幕的空旷的黑夜，无人作答。起风的一刹那，吹醒步伐，看城市的灯光，投射现实的落差。可是这路总得继续啊，再向前一些，哪怕
陪梦魇，是否就会开花？这烟火人间，冷暖的世界，被那万千风景所留恋。多少奔波里蹉跎，无言把心酸长咽。无际的遥远，偶尔会遇见，但我只剩憧憬的季节。才懂前行的我，为何依然还倔强眷恋？未解的悬念，谁也不曾哭红过双眼。默念明天总会冲淡一切，比昨天和解。但是须弥间，真心苦遥远。